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千万不要大半夜的出来买海鲜，否则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。这是鲨鱼吧？鲨鱼吗？前两天打听到了巴黎专卖生猛海鲜的批发厂，今儿天没亮就赶过来给大伙拉个菜单。一进门就看到一条快有我长的金枪鱼，这弄刺身生鱼片咱也吃不惯，不知道拿回去挠个茄子能不能好吃。一回身我就相中了这条鱼的鱼头，这要拿回去做个剁椒，吃完把骨头留着还能当个鞋拔子使。这一筐老板说，别看长得呲牙咧嘴的，味道老鲜了。什么东西啊？鼻涕象拔。上一边去，我是藤虎。这家海胆年龄跨度有点大，有几个可能上岁数了，连胡子都白了。这家卖的比头还大的面包蟹，店老板也是相当的和蔼。不过之前买过一只，我家狗跟他玩的比跟我还亲，愣是搁家养了一个多月，每次我要煮了他就跟我急眼。还有这乒乓球一样大的扇贝丁和两掌都长的大虾，无论是蒸个粉丝还是蒜蓉开背，这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。唯独你们上次说的这个鲨鱼，属实对我是有点超纲了。我还线上网查了一下，还好这种养殖的不算保护动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朋友们，你们跟我说说，想看怎么吃这玩意儿，咱明天就把它给做了。